是的，你没看错，眼前这个正在扛木头的是我三舅家的表妹，单身，身高172公分，体重65公斤，三围是，算了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她要在小溪上做一张床。她先把一根粗壮的短木头竖在地上，用长木头比划一下位置。调整后就开始凿。把四根木头都凿成 L 形，这么正反一扣，用钉子钉牢它。另外一次也是如此照做。同样的方式钉上甲骨龙骨，这样基本的床架就搞定。下面把竹竿锯开，一劈两半，直接排在床架上，就成了床垫。离地1.2米的床实在太高，表妹又开始在一侧做梯子，在床架上凿出8个卡槽。把短棍卡进去绑好，就成了梯子。这一波操作把表妹累得够呛，赶紧喝两口泉水压压惊。喝完赶紧来试床，不得不说这床是相当的结实，站上去蹦蹦跳跳都不会倒的。表妹经过多次的测试却保床没问题，安心的睡了一觉。